如果要我劝你当下露出什么样的机型最具有性价比，又可以坚持15年不淘汰，选择12 Pro 淘汰11 Pro Max， 这是肯定的。那么它现在环境美到底什么行情？实录对白告诉你什么才是真相。美女帮我拿一些12 Pro 过来，我要外观好一点的，也不能太好，价格性价比好一点的，你帮我从柜台拿出来。啊，兄弟们看一下，他这个柜台里面有好多货，镜头过来看一下，镜头过来看一下。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很多12 Pro Max， 也有挺多电池效率，也有87，也有99的。今天我们要挑的是12 Pro， 我要当口老板给我拿出来。啊，右边这里，右边这里有，快点快点给我拿出来，快点了快点了，这么慢的。啊，兄弟们，当口老板已经给我挑选机器出来了，这里面有10台，我们左手右手都拿都是12 Pro 128G 的。看这里面，我等会挑选的时候，里面有没有高效率的电池？啊，美女，这10台里面有没有高效率的电池啊？你怎么不说话呢？今天呢？应该有，你自己挑吧。今天喉咙不舒服。哦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不舒服，那我自己慢慢挑吧。兄弟们，我马上从这里面挑选出来，到底它有没有高效率的电池？我们挨个挨个检测，让大家看得明明白白啊。首先我们在挑选的时候看好屏幕，然后把电池效率低的放在右边。你们看到我手里没有？这些都是80度的电池，说实话80度的电池在华强北挺多的，你让我每天去华强北挑95以上的电池，100的电池怎么可能挑到那么多呢？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挑好的，美女挑好了，右边这些80多的电池给你吧，有没有黑色的电池相对好一点的？黑色你挑不上的，电池就很低。好吧好吧，啊，没有就算了吧，挑了这么久只挑到两台，这些机器还给你吧，还是把黑色的拿出来吧，快点。哦，可以看到当口老板也把黑色的拿出来了，这些机器蓝色的真的是挑不到了，这些蓝色电池相对都是比较低的。接着我们继续看一下这一叠黑色的到底有没有高效的电池，我们接着认真看一下。当口老板真的是不太热情啊，也没怎么说话。我们再接着看一下这个黑色的电池相对，镜头过来看一下，可以看到这几台黑色的电池相对还算可以啊。左边这台有两个电池相对90的，我们再挨个挨个把它今天看一下，像这些90的电池效率我今天就不要了。右边这两台还有电池效率高一点的，最终蓝色的挑到两台，黑色的挑到两台。蓝色的虽然挑到了，但是电效率还是不太理想，可以看没有，电池效率才92、93。右边这台黑色的电池效率有一台97，还有一台92的。现在把这四台机器拿出来，我们检查一下背面到底有没有刮伤。可以看到黑色的这是97，还有在92的，但是黑色的这台机器有刮伤，就是贝壳，虽然电池效率97，其实我也是不太愿意拿下来接受的。多少钱多少钱报给我一下，这个97的我就暂时打算不要了，因为它的外观比较发了，报给我一下。4100，也就是说外观小花的电池高一点的90以上在4100。像这种机器说实话是小花机，其实我们在小花机里面挑选外观比较不错的，像这种90多一点的电池才4100左右，的确是有性价比的。因为如果你选到量机在90以上，要贵到200左右，要到4300。这么虽然这个机器有一点侧面有一些小瑕疵，但是呢它在使用期上面便宜200块钱难道还不香吗？像这台黑色的我刚刚也说了97的，这台我是在考虑当中，上面这里还有一些明显的就是掉漆磨损啊，这个机器大家你们觉得可不可以考虑呢？好了，我们现在就最终下来考虑到这两台，一台黑色一台蓝色，电池效率都有92、93，像这台蓝色的我就暂时不要了，一个老板。好了好了，老板已经挑好了，这些机器给我便宜点吧，给我便宜点老板娘。你便宜不了了。好吧，我们再检测一下这两台机器的屏幕，可以看到屏幕都是非常的新，然后外观也还不错，像这种机器我们最终给它拿回来，我们就给它拆。好，我们来算一下，4100×2就是8200。好，大家看到没有，两台是1820。好了好了，已经好了，8200就可以搞得定了。待会美女老板再抄一下圈号，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找他的。好，老铁们，这两台就是我们最终确认下来的。实话实说，拍的比较辛苦，这两台都是90以上的电池，4100就可以搞定。点赞、关注、专辑界全局路上很明确。